D100 网台，成功在于付出，研究才有收获。40,000点就必然噶啦，争在今年冇办法到啦，但系我觉得出年都会到嘅。升穿咗20,000点，当然就系一个突破啦。但系真真正正嘅突破位咧，都系22,700。咁喺嗰度咧，22,700到23,000咧，可能会挫下噶，因为始终港股嘅累积升幅咧就唔少嘅。沈大师讲投资系一个非一般嘅财经节目，我喺节目中会不断俾啲预言大家，亦都系最主要就系资产配置啊，各方面都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分享。最紧要就系话你个分析嘅逻辑、分析嘅理据当中，可能好多系非主流嘅讲法咧，系同我相反、背道而驰，但系始终都系大多数都系我啱嘅，所以要订阅沈大师讲投资，咁就要趁手啦。D100 网台沈大师讲投资，逢星期三晚更新节目，一季13集，请从速订购。节目内所提供资料仅供参考，不得视为有关买卖任何金融产品的投资建议或推荐。任何资料不确或遗漏引起资讯失，一概与D100无关，D100亦不会负上任何责任。